让你久等了。孙安佐之枪案确定无罪，丁英龙山寺还愿，当街舌吻孙鹏。祝福你们，也祝福我们，祝福大家平安、健康、顺利。可以发苹果了，吃苹果了。走过那苦尽甘来，美满层层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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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。爱让你久等了。八月五号，迪英 and 孙鹏在台北万华龙山寺召开记者会。2018年，赴美留学的儿子孙安佐因为网购强制零件组装，返台遭到士林地检署以制枪未遂罪起诉。该案呢，日前遭到高等法院驳回后，检方未再起诉，全案确定。夫妻俩发苹果给大家假冰案，自己也假丁丁拉了起来。But 今天不是情人节哦。林姐是来还愿的，我来感谢观音佛祖保佑我儿子孙安佐平安。我儿一生顺遂平安，我希望我的儿子可以单纯一点，他本来也就是一个单纯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孩子，不是我这个当妈的在这边夸奖。的确是父亲节非常快乐，今年的这个消息其实在法院宣判那边我们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中间过程怎么面对各位，因为毕竟这个官司还没有定谳之前，我们不便多说什么。但事实上，我一直不愿意再去聊这个事情的原因是，过去我就让他过，那我们也学到经验，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处置，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。每个人都跌倒过，但是爬起来的时候要记得痛。孙安佐的这个事情，从开始到结束4年5个月，我们的家庭除了静静的面对司法的审理，我们又面对到一些劣质的媒体、劣质的节目、劣质的主持人跟劣质的来宾凌迟我儿子、伤害我儿子。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件事情在任何人身上。洪哥在这边建议你们，不然啊，这个社会会越来越乱，你们要有凭有据，你们是要真凭实据的去论述一件事情，而不是信口开河，你们要好自为之啊，好自为之，好好反思，以后不要再犯。你好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脚针对我，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